么疼？你说你都什么样了还吃着？彻底没救了都。你怎么扣我身上了？这个牙取过来的，哥老帮你，我得支持。这么早晚要拔你的牙呀？切！说实话，就这个来了。扔到边上来。我说啥来着？昨晚就吃了吧。再好了，人没了，成哥没错。这事儿的，这手气也完事了啊！不客气，你还带个两三年啊？